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赞佛咒愿，大圣世尊，巍巍堂堂，神智妙达，众圣中王，行遍六道，体散十方，顶肉髻相，相出日光，面如满月，妙色金装，仪容挺特，行止安详，威震大千，群魔惊惶，三达洞照，咒邪潜藏，见恶必救，济苦为良，度生死案，为行周行，故号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度人无量，拔生死苦，以此发心功德因缘，养愿当今皇帝陛下、皇太子殿下、诸王眷属，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往生为法，如萨陀波伦，大悲灭罪，如虚空藏，能远听法，如琉璃光，善解难法，如无垢藏，有缘众等，所生父母，历劫亲缘，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散行空界，如无边身，具十功德，如高贵德王，闻法欢喜，犹如无畏，神力勇猛，如大势至。又愿我等和尚阿舍离，同学眷属，上中下座，一切知识，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各得无畏，如狮子王，影响大化，犹如宝鸡，闻声疾苦，如观世音，善能咨问，如大迦摄。又愿我等出家在俗，信师谈悦，善恶知识，各级眷属，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解诸为恶，犹如救脱，相貌端严，犹如文殊，能舍业障，如弃阴盖，舍罪后供，等于纯陀。又愿诸天诸仙护侍四王，聪明正直，天地虚空，主善拔恶，守护持咒，五方龙王，龙神八部，悠显灵奇，各级眷属，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大慈普覆，如阿逸多，精进护法，如不休息，远正读诵，犹如普贤，为法焚身，犹如药王。又愿十方一切愿亲及非愿亲，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各级眷属，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心无碍染，如离异女，微妙巧说，如圣曼夫人，能行精进，如释迦文，所有善愿等无量寿，所有威神如诸天王，不可思议如维摩诘，一切功德各成就，无量佛土悉庄严，仰愿十方尽虚空界，无量无边诸佛诸大菩萨，一切贤圣，以慈悲心同加摄受，救护整皆，所愿圆满，信心坚固，得业日远，慈欲四身等如一子，令诸众生得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十受修禅，三愿广备，一念见佛，皆如圣曼，一切行愿毕竟成就，等与如来举灯证觉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二。菩提心起，智慧崇光，想成念念骗诸方，就近觉商量，五体投降，回向众中王。南无离垢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离垢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离垢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，
万德庄严之妙体，为离兜率以降皇宫，百福相好之慈尊，不起庶王而生刀立，唯愿觉王垂慈怜悯，大哀旷济，拔智逆之尘流，法眼圆明，见凡情之恳切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修从慈悲道场忏法，今当第二卷功德将完，坛内轻重出忏入忏行道旋绕，烧香散花诵经持咒，燃将二卷之功勋，作此二十之回向，一针之内佛陀达摩僧伽，三界之中天仙地奇水府，先生欢喜之心，见此投诚之志，心一子之悲哀，满二言之福慧，出生功德，奉为求忏众等，洗空三业，增长二言。福愿世障理障已消融，人空法空而清净，颠倒二心不住，定慧二种庄严，入不二之法门，证真常之妙理，普沾恩友，法界冤亲，或人法之两空，得无生之二忍，二慧圆明，二行圆满，悠游于法海慈航，常乐于娑婆若果，虽则依闻忏悔，犹恐未尽前程，再劳轻重，同求忏悔。梁皇忏二卷功德力，愿灭信人二语罪，清正菩萨离垢地，忏文举处醉花杯，解了冤，忏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二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，愿将拔水洗千由，离垢地菩萨唯愿哀纳受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，灯晃耀银黄列宝台，光明遍照周沙界，昏曲朗耀俱无碍，研磨瞻礼紫金台，燃灯佛成道，曾受人天拜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公文：三奇果满，现出世之幽潭；三类化身，演南司之教海；三居幼隐，今寄于三界寒林；三观成名，阐扬向三千界内；内行顺行，无非佛事；举足下足，悉是道场；唯愿大觉，见此丹诚，上来求忏众等，起见慈悲道场忏法，兹当第三卷入坛缘起，我诸众等乔勤作礼，恳切投诚，观想慈容，称扬觉号，奉香积之真修，谢名缘之花果，望诸佛以垂慈，赦多生之罪垢，切念求忏众等，自从无始待至今生，三毒明心，造三有生成之古末，三空未悟，作三途苦去之因由，起三惑心，而三业迷生，沉沉隔碍，每三修习，而三业未消，念念攀缘，如残作茧，自取缠缚，如蛾复火，自取烧身，今则觉身心之是苦，信业果已难逃，发露相于真如，乃披尘而悔过。愿佛日已当空，照幽途之苦去，究三学之资流，
立三千之大觉，我心恳恳，佛德巍巍，仰叩弘慈，明勋加倍。三千世界慈悲主，百亿刹中大法王，愿开莲目见凡情，众生有愿皆成就。祈运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。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摩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，显果报第七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前已具述罪恶过患，以过患故乖于善业，以不善业所以坠堕三途，被立恶趣，即生人间受诸苦报，皆由过去宿对因缘舍身受身，无暂停息。是以诸佛诸大菩萨神通天眼，见三界内一切众生福尽随业堕于苦处，见无色界要着定心，不觉命中堕于欲界，以福尽故受情受行。色界诸天亦复如是，从清净处堕在欲界，既在不净还受欲乐，六天不净退堕地狱，于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又见人道以十善力资得人身，就人生中富有多苦，受尽多堕诸恶趣中。又见畜生道一切众生受诸苦恼，鞭杖驱驰，负重致远，困苦疲惧，向岭穿破，热铁烧落。又见恶鬼常苦饥渴，恒被火烧，犹如洁净，若无为善永不懈脱。有骗福者劣得人生，多病短命，以自庄严。大众当知，三恶二轮未曾暂错，果报连环除无休息，贫富贵贱随行所生，非有无因而妄招果。所以今言为人豪贵国王长者，从李氏三宝中来；为人大富，从布施中来；为人长寿，从持戒中来；为人端正，从忍辱中来；为人勤修，无有懈怠，从精进中来；为人才明远达，从智慧中来；为人音声清澈，从歌咏三宝中来；为人洁净，无有疾病，从慈行中来；为人常大书好，恭敬人故；为人短小，轻蔑人故；为人丑陋，喜嗔恚故；身无所知，不学问故；为人专于，不教他故；为人阴雅，谤毁人故；为人下使，负债不偿故；为人丑黑，遮佛光明故；身在裸国，轻衣唐徒甚己故；身马蹄国，着机甚己前行故；身穿胸国，布施作福毁习心故；身张禄中，金不人故；身堕笼中，喜调戏故；身生恶疮，鞭挞众生故；人见欢喜，前世见人欢喜故；喜遭县官，龙戏众生故；闻说法语，语中两舌，乱人听受，后堕当耳狗中；闻说法语，心不参采，后生长耳驴中；千贪毒食，堕恶鬼中；出生为人，贫穷饥饿，二十四人后堕猪豚枪狼之中；
劫夺人物，好堕洋中，人身剥皮，食啖其肉，喜偷盗人，后生牛马，为人下使，喜作妄语，传人恶者，死入地狱，羊同贯口，拔出其舌，以牛耕之，罪必得出，身取狱中，人闻其声，无不惊怖，皆言变怪，咒令其死。喜饮酒醉，后堕沸屎泥泥之中，罪必得出，身心心中，心心业毕，后得为人，玩无所知，人不耻辱。贪人利者，后生相中，福处富贵，为人上者，鞭杖其下，为下之人，告诉无地，如是等人，死入地狱，数千万岁，受诸苦报。从地狱出，堕水牛中，贯穿鼻口，贯穿牵车，大杖打扑，常往宿殃。为人不敬，从猪中来；千贪不恕己者，从狗中来；狠戾自用，从羊中来；为人轻躁，不能忍事，从猕猴中来；身体腥臭，从鱼鳖中来；为人含毒，从蛇中来；人无慈心，从虎狼中来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人生世间，多病短命，种种痛苦，不可据说，皆由三业构造所得，能令行人因三途报。所以有三途者，因有三毒，贪秽愚痴，又负三恶，以自烧燃。口常言恶，心常念恶，身常行恶，以此六事，能使人生常苦常恼，无有休息。于此命中，孤魂独逝，慈亲孝子不能相救，疏忽之间到阎罗所，地狱狱卒不问尊卑，但按罪路，见笑生时善恶多少，审视自首，不敢隐匿，已是因缘，随业至去，苦乐之地，身自当知。渺渺冥冥，别离长久，道路不同，会见无奇。有诸天神，济人善恶，乃至毛发，无片遗漏。善人行善，祸福易受；恶人行恶，命短苦长。如是轮转，又多恶鬼，从恶鬼脱，生畜生中，罪苦难忍，受之无尽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各自觉悟，起惭愧心。今言：作善得善，作恶得恶，而五浊恶事，不可作恶。善不施善报，为恶自招殃。莫言轻脱，立此忏法。今言：莫轻小善，以为无福。水滴虽微，见盈大器。小善不积，无以成圣。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。小恶所积，足以灭身。大众当知，吉凶祸福，皆由心作。若不作因，亦不得果。殃及最大，肉眼不见。诸佛所说，谁敢不信？我等相遇，身世强健，苟不勤学，自力行善，临穷方悔，亦何所及？今已共见一切过患，如今所说，自知其罪，岂得不舍恶从善？今生若复不能用心，判舍此行，必堕地狱，何以知之？今见为罪之时，未尝不寒毒猛烈，怀恨深重。若成一人，必欲令死；若及一人，勿见其好；若毁一人，必使陷于苦处；若贬一人，必使穷天处毒。愤恚报害，
无必尊卑，恶骂丑言，无复高下，乃至身震若雷，眼中火现。至于为福之时，善心为烈，使欲为多，莫遂减少。出欲速盈，续后且住。心既不至，日月推迁，如是进退，遂就忘失。是之作罪之时，心气刚强；为福之时，志意烈弱。今以若善之因，求离强恶之报，岂可妄得？经云：忏悔则无罪不灭。福至忏悔之时，必须五体投地，如大山崩，乃至不惜生命，为灭罪故，殷勤督力。相与觉察，今生以来，曾经几过，作此奋责，不惜生命，汗劳人苦，作此忏悔。暂时旋绕，便生厌倦；暂时礼拜，以言气力不堪；或站端坐，复言阴虚消息；或言四体不可过劳，宜因将养，不可使困。一生皎眠，差如小死，何处复议？我因礼佛，扫塔涂地，办所难办。且经教所明，未见一善，从懒惰懈怠中生；无有一法，从骄慢自恣中得。众等今日虽得人行，心多被盗，何以知然？从淡至中，从中至目，从目至业，从业至小，乃至一时一刻，一念一请，无有片心念三宝四谛，无有片心报父母恩，无有片心报师长恩，无有片心欲不失持戒，忍辱精进，无有片心欲学禅定，修智慧业。今世简教清白之法，无一可论，烦恼重障，森然满目。若不作此检查，以自言我功德不少，设有片善，言我能做，他不能做；我能行，他不能行。意气高傲，旁若无人，追此而言，实可羞耻。今于大众前忏悔重罪，愿不失欢喜，将来无障。大众亦宜自挽身心，果报之真，具如相说，岂得自宽，不求舍离。大众莫言我无是罪，我既无罪，何须忏悔？若有此念，愿即除灭。且即为小失，已成大咎。撇然之恨，嗔恚便起，心与习尘，难可改革。行不可纵，意不可逞。若能一忍，则烦恼可除。如其怠惰，未见嫉妒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江第一湾位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，距丽江县城70公里，在前往香格里拉的路途上，汹涌的江水自西北而来，到了石鼓镇因山崖阻挡，便掉头急朝东北而去，形成一个平静无波的大湾流。
沿着平稳的道路继续前行，到达著名的虎跳峡，就可以说是进入香格里拉境内。虎跳峡是世界著名峡谷之一，位于金沙江上游，两边分别是同样超过5000米高的玉龙雪山及哈巴雪山。曾有老虎把江中礁石当作跳板一跃而过金沙江，因而称为虎跳峡，水中礁石则名虎跳石。及山顶相差3790米，是中国大陆境内最深的峡谷。峡谷里一路呼啸而过，即便在水量不丰的干季，虎跳峡仍是让人感受到大自然气势磅礴的震撼力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